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那在上一集里呢，师父为我们详细解释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什么叫做反闻文字性入流王所，也就是说要超越自我又不离自我。那观世音菩萨修成了这个耳根圆通法门以后，他又如何利用这些法门来利益众生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为我们介绍了七种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最后是讲耳根圆通法门。观世音菩萨自己是修耳根圆通法门修成了，那他怎么样用这些法门来帮助众生，是不是也可以请师父给我们说明一下？耳根圆通，这是一个广大的慈悲心呢、这是就是根据《楞严经》里边讲啊，它有二十五位菩萨，每一位菩萨都有他们这个圆通法门，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个二十五种法门任何一门呢修成功，它都叫做圆通法门。那修成功以后呢，一门通门门通，我们经常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或者是比喻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一共有五个门或者是四个门，进来的时候你只能够只有一个门进来，你不可能同时从五个门进来。如果你要从五个门进来的话，好累啊，这个也不可能。你一个门就是一门深入，从一个门里头你可以进入一个门进来以后，是不是等于每一个门都是相通的了？里边并没有门，对，只有进去的时候是有门，修行入门的时候有门，到了深入以后啊没有门了，所以这就是圆满，就是共通，就是圆通。那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的意思呢，是观世音菩萨从他初法心开始，最初开始就是一位观音古佛，也叫是观音佛啊。观音佛告诉他，他说我成佛呢是修耳根圆通，你呢你也修耳根圆通吧，所以你也叫观音，修成你就是观音。因此呢，观音佛教的法门就是耳根圆通法门。那这一位菩萨开始修行就是修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结果呢成功了，所以这位就是观音佛所传授的弟子叫观音菩萨。如果你我以及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每一位观听众，你如果也是一样修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你将来也叫做观音菩萨，所以我们都有可能成为观音菩萨，是都有可能成为观音菩萨。你就是单独仅仅是念一个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念一个大悲咒，或者是念每尼贝米哄，你这个任何一样东西，或者是专门持心经，你都是修的观音法门。只要修成功，你就是观音菩萨。那一边修行一边呢自利又利他，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呢是修观音法门的，我很简单，我就是念观音菩萨，这是非常简单的，我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那我也用观音菩萨来告诉人，劝人家来念观音菩萨来拜观音菩萨。那这我也就是一边我还是个普通的凡夫，我就能够用我自己修行的法门来劝导所有的人跟我一样的修行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这就是自利利他，我是普通的人，但是呢我用这个法门
来对待人，来帮助人。哎，我也是代表着观音菩萨的，这观音菩萨的精神，观音菩萨的力量，从我而传播出去的。那我也是代表着观音菩萨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叫做观音菩萨，这个是利他的。所以是观音菩萨呢，初法性开始，他就是啊，就利他的，就是帮助他人的。那一直到他成为大菩萨，乃至于成为观音佛，这个过程之中，他用种种不同的许多许多的方便呢，来帮助人呢。那我们介绍的是七种啊，是啊，我们只介绍的啊，这样子是七种，七种，对，七种。我们介绍的是七种，其实是无量无数的法门，不同的人就会得到不同的感应或利益。那在我们汉传的佛教、藏传的佛教，这个多会传播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这一个多叫做耳根圆通法门，那么是这个特别只有《楞严经》呢和《心经》呢讲的，这比较啊透彻深入，那那真正的圆满。那么其他的呢，你也不能够说不圆满。如果说你念大悲咒，念大悲咒而不以自私心念，以大悲心念。也不以自我中心来念，不以自我利益来念，你这个也是啊，是无上的法门呢。所以是任何一法门，都是无上的法门。就是普门品的，仅仅念一句观音菩萨，也是无上的法门呐。哎，但是你要持之以恒，持之以恒要完成，自利利他，究竟圆满，这就是无上的法门。那这个呢，我到这儿为止。这是观音菩萨的圆通法门讲完了。是，谢谢师父开示。师父说，其实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就是自利利他的法门，只要我们没有私心，存着慈悲的心来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